套用小梁爸爸的关系，情绪勒索凹主持。闽南语剧的一位大姐，我从来没有跟她联络过，然后她就打电话来接了一个尾牙哈，同样是电子科技业，而且是在圆山大饭店，姐夫会不会在你一定会包一个大红包给你，我跟你爸爸很熟哦。没有，他就是包一个大红包，只是那个红包袋比较大。今晚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